解说不太专业，声音有些猥琐的节操为您而调，祝您那下混的小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乐德为您带来的手游试玩。嘟嘟嘟嘟，唰啊，就开始了，对，就开始。这他妈的！哎，直接撞也不是，这你们怎么搞？是不是还要我动手去切啊？果然，知道了。麻蛋提示去死啊！他搞一搞就没有这个能量了，就只能用飞镖了啊！然后你看啊，等一会儿有能量了才能这样干。哎，老子人掉下去了，操！哎，不准给我来提示啊，你个贱人！看我怎么又下去，这不科学啊！哎呦，把老子弄死了呀！啊，这个东西，这个尖刺球是去不掉的。哎，那个猫有何用处？哎妈逼，就他妈这个破烂提示，你要把我烦死了。嘿，这都能掉下去，我不是明明踩到这个边上的吗？看来按住跳不要轻易放手啊。啊，有一种爱叫做放手，这种爱它天长地久。哎呀，哎呀，差了！哎呀，蛋疼加举警啊！我操！哦，我他妈居然犯这么二的错误，你他妈的感性！哎妈蛋，他不能多点出控，我那边按着再按这边就，没用啊！啊，烦的要死。不准提示，你妈了个蛋！提示你大爷，就是因为这样害死我的。哎，你看这几把坑的，啊！我要打人了，简直不能忍，不能忍！那个音乐还是挺不错的。啊，我发现敲门了，两根手指滑。哦，遭不住。妈，你去死吧。
玩的越来越好。啊，杀他们的话是可以补充能量的，能量有了才能够使用这个，否则就只能发飞镖。啊，这种时候跳真的是不靠谱啊！哎，我觉得这个游戏它的操作设计上是有缺陷的呀。这让玩家怎么搞嘛？哎呀哎呀哎呀！啊！shit！我一口血啊，一口血，一口血。哎，你看他这种时候你攻击的时候你肯定跳不过去，来试一下啊，跳过来了。哎，老子又被弄了一下，你妈大爷，砍死你。哎呀，我脸上好痒啊，我都不敢挠一下脸。跳绝壁有问题，好烦呐。哎呀，被弄了一下。什么前面还会射箭，那等会儿岂不是必须要躲？哎，刚才一刀却没砍。哦，我操，老子被那么粗一根给插死了。妈的！音乐还是很欢乐的。来呀！妈蛋，砍死你们这些逗逼！哎呦我操，这种都要搞我！哦，哎，我家汪在挠痒，我就说什么声音？操！啊，最后一把，最后一把，再玩不过去，我要崩了！哦，原来那个房子也可以砍。哎，你妈的不要这样嘛，好贱啊。啊，你看你一看，哎，不行，再来吧。哎操，玩上瘾了，怎么办？哦，那根剑也可以被砍掉的。早说！哎呀！好吧，那咱们这一期的试玩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再见。